来喝酒喝酒，好酒，干杯干杯，好酒啊！来啊，好，哎呀，小娘子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恭喜！如今这五大义子，大官人打算何时娶小美人过门啊？快了，快了！恭喜恭喜啊！喝酒喝酒，哎。
武松虽系报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，一则自首，难以赦免。击杖四十，自配孟州。来，我都疼。杜涛，这就是孟州牢房了。哎，兄弟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。来，我杜大，我这包袱里还有些银两，我也用不上了，你们拿着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武杜涛，这银两你得带着，牢里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，带着总会用得着的。我在牢里用它做甚？让你们拿着，你们拿着便是。哎，谢谢武杜涛。走吧，吴督察。走吧，吴督察。哎，二位辛苦，辛苦。来，不必客气。走吧。你嘴呀，还不说是不是？来，让你嘴硬，嘴硬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还不说？大人饶命啊！说不说？饶命啊！打死！冤枉！快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还不说？
快点啊，快动。走，进去。看小哥这模样，也是和我们一样犯事的人。特意提醒一下，这俗话说，不怕官就怕管。若是小哥身上带了些银子，一会儿这看管的侍卫过来，便给他一些。到了刑堂上挨杀威棒的时候，便可打得清些，否则狼狈受苦啊。身上倒是略有些东西，他若是好问我讨食，我便送些于他。他若是硬问我要食，一文没有。哎，你这小子，起来了，都起来了。你们谁是武松？小人便是。你也曾是阳武县的都头，今天却怎这般不识时务？哼，请阳岗打虎的英雄到这儿也得挨顿打。起来跟我走。我这又不是不走，大呼小喝作甚？哼，快点！快点！走！二人，二人武松已带到。你就是新来的，牢里的规矩都不懂，杀威棒伺候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是，大人。你尽管用力打，我若躲闪一棍，都不算打虎好汉。也许武松在鬼火里，他可以为我们所用。嗨，慢着！你在来的途中，可曾得过什么大病？酒也吃的，肉也吃的，路也走的，不曾染病。哼，想必此人一定是染了什么热病，讲话如此猖狂。杀威棒暂且记下。记下这顿杀威棒，日后定是钩长杖。这日惦记，可还了得？打了倒干净。将此人拿下，打入单人牢房。是，大人。今日这是作甚？走，走，快走。快点，快点！进去，动作快点！不打你不是好意啊，恐怕是要害你啊。到晚上有人给你送来好酒好肉，给你吃饱了把你关进地牢，拿绳子给你捆上，再用席子给你卷上，堵住你的七窍，不出半炷香便可结果你的性命。还会怎的害啊？
再就是先把你捆上，再用一个装满黄沙的布袋压住你，也不超一炷香，便可结过你性命。俺倒要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能耐。吃完这顿饭可就要上路了，此人可真是可怜呐。好酒好肉招待已有五日了，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我家公子不让我多说，只让我好酒好肉招待都头。你家公子是何人？这不说是吧？好，我不吃，拿走。
我家公子是管营相公的儿子，又叫金眼镖施恩。是那个吊着膀子的年轻人？正是。他凭什么照顾我呀？我家公子说过半年后自会让都头知晓。还等半年做甚？就现在，就让他同我见面，要不然拿走。这都头稍等，我这就回去禀报我家公子。公子，公子，五都头说一定要见你。哦，且去将他请来。是。五都头，里面请。都头，这边请。弟弟，拜见都头。快快请起。都头，请。小人乃是治下囚徒，承蒙救下一顿大棒，又蒙着每日好酒好肉招待，无功不受禄啊，着实令在下寝食不安呢。哥哥，不必客气，小弟略备薄酒。请。请，哥哥。哥哥，请上座。小人久闻哥哥大名，只恨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相见，怎料哥哥到此，给了小弟一个结识兄长的机会。小管营过奖了，方才听的侍从说，有事需要半年后才让武松知晓，要同小人说甚？既然小仆已经说出，小弟只能以实相告。弟弟知道兄长是个大丈夫，弟弟确实有一件事情有求于兄长，只是看兄长远路到此，想等兄长休息半年，待气力完足，那时才敢告知。哼，去年我患了三个月的疟疾，在那景阳岗也是三拳两脚就把那大虫打翻在地，更何况今日啊。还是等哥哥休息几日，待贵体气力养足，那时方才敢告知啊。知道是我没力气了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十吨约有多少斤重啊？这怕有四五百斤重。兄长只轻轻用力便拔出一丈之远，非凡人乃天神啊。兄长，请。
哥哥，来，吃菜。现在，小管营可以告知武松需要我做什么了吧？小弟自幼同江湖师傅呢，学的一些小枪棒在身，带着孟州一境，也有一混名，叫做金眼镖。小弟有一酒馆，名唤快活林，月中也能赚个二三满两银子。近来来了一死，姓蒋名忠，江湖上许他一混名叫蒋门神。此人前来夺了小弟的酒馆，小弟当然不肯让他，结果那厮一顿拳脚，打得小弟两个月内下不得床。兄长早些日子来时也见到，弟弟依然兜着手，直到今日疮痕仍未消，还请兄长替弟弟报了这个无穷之恨。敢问这厮有几颗头颅，几个臂膀啊？一颗头颅，两个臂膀，这又如何多得？哎，既然他没有三头六臂的本事，我何得怕于他？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会会这厮。哎，哥哥，慢着，今日你我第一次吃酒，不想为这琐事烦心，明日再去。今日你我何不痛饮一杯，结交兄弟，岂不快哉？那就依了兄弟，明日再去也不打紧。来来，吃，哥哥。今日还请委屈都头在此过夜，换上这身行头。为何今日没有酒啊？都头明天要做大事，公子说不可喝烈酒。莫不是怕我酒后坏了你家大事？哥哥，去帮武都头牵马。是，公子。哎，我这脚又不小，骑马作甚？你只需依我一件事儿。哥哥，但说无妨。出城之后，每遇到一家酒馆，就请我吃三碗酒。这离快活林将近十四五里地。若每家吃三碗，恐哥哥醉了，这如何是得？要不是我酒后大胆，那景阳岗上怎么打的那只大虎啊？带一份酒，多一份本领。我要吃的十碗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啊！没想到哥哥竟是这般英勇，本怕哥哥喝醉酒后失势，受人欺负。即使如此，依了哥哥便是。请哥哥。客官慢走啊！哎，客官您请坐。小二啊，来三碗酒。好嘞。哥哥，待会儿还是要小心点啊。哎，啊，给你。哎哎，换大碗，换大碗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哥哥海量。
行，哥哥。哥哥，慢点。多多小心点。哥哥，哥哥，莫不要再喝了，哥哥。哎呀，无妨无妨。哎，前面约莫还有几家呀？公子，前面少说还有两三家。哥哥，哥哥，前面便是快活林了。可是到了，到了。既是到了，你们定当躲得远远的，等我打倒他，寻你们便是。走，哥哥，一定要小心呀！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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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公子，你看，哎呦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想必这厮便是蒋门神。好久未回。来，这边，好菜，好菜。来，客官您里边请啊。哎，卖酒的主家在哪儿呢？来了。客官要点什么？先来两脚尝尝。好嘞。哎，这个，实在实在实在。喝酒。哎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们主家姓什么？哎，主家姓蒋。姓蒋。他怎么不姓李呀？这什么酒啊！给老子换一个！哎，哪来人呢？不知道。哥，给我来一碗花生米，来壶好酒。马酿。哎，来了，客官。事儿啊！哎呦，这哪儿来人呢？我看有事儿。哎，这还有点滋味。去，把柜台上的妇人叫来陪酒。哎，就作怪的吧？这不妥吧？这是主家娘子。主家娘子怎么了？
过来陪我吃酒也不打紧。哼，你这贼人，休得无礼。让我饶你性命，只需依我三件事。只要好汉饶我，别说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。好，第一，将快活林归还原主金眼镖施恩。第二，召集快活林所有的英雄豪杰，向施恩赔罪。好。三，滚出快活林，更不准在孟州。如若不离开，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敢问英雄大名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打虎英雄武松是也。好，依你。夺人道路，人还夺；义气多时，利益多。快活林中种快活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撤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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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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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来吃吃酒，来再喝点，再喝点。来哥哥，吃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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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酒，好酒。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？吃酒，吃酒。哥哥，请问两位官差找五都头所为何事啊？奉张都监相公之命来请五都头。这有都监相公军帖在此。哥哥，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官司，这次他派人来请，我也只能照做。都监相公定是蒙哥哥是英雄好汉，所以差人来请，哥哥请放心。无妨，
去一趟便是。带路，请。武都头，里边请。辛苦二位了，告辞。啊，这边请，武都头。都监大人，武松已带到。带他前来相见。是。拜见张都监大人。哎呀，哈哈，英雄不必多礼。久闻英雄大名，我已备好酒菜。英雄，请，请请请，来这边请。小人乃是牢中囚徒，哪敢与大人同坐？哎，此乃只有酒肉，没有尊卑，还望英雄快快请坐啊！我只闻你是男子汉，大丈夫，有得英雄气概，杀得恶人大虫，同英雄吃酒，岂不快哉？来，吃酒，吃酒。来，来，吃菜，吃菜。来，啊，今日府上有何喜事啊？今日是我们夫人的诞辰。哦，且去将这封书信交与哥哥。是，公子。老爷，这是施恩派人给武都头的信，已被我拦下。参见大人。英雄快快请坐。今日是夫人诞辰，小人哪敢同坐。哎，无妨，我许你坐下。啊，
我敬你是个义士，近来我身前缺随从一名，不知你可愿做我的亲身护卫？承蒙大人抬爱，小人定护大人周全。好。参见夫人。武云星请坐。这是我家养女玉兰。玉兰，过来给五都头敬杯酒。玉兰，这儿别无外人，你且唱个应景的曲儿，去给老爷和武英雄顺顺心。是，夫人。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，又善得音律武艺，若你不嫌低微，择个良日将他许你做个妻室啊。姑娘音律过人，小人乃草流之辈，怎敢使得？我既出了此言，还望英雄不必推脱。来，武英雄。来。看见哥哥在此地练武，便想拿琴来弹奏一曲，为哥哥助兴，不知哥哥是否喜欢。甚好甚好。
贼呀、啊！快来人呐！抓贼呀、啊！快！来了来了！这边，他们快！这边跑了！哎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贼！快点！这边跑！哎，贼人们心胆，你留在这儿，免得有什么差事伤了你。这边啊，快点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快点！你们这是作甚？我是武松啊！犯人武松，威武！大胆武松，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平日我待你不薄，怎知你却做出这等事情？督监相公，定是有人陷害我武松。哼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偷获张都监大人家财物，你可认罪？我武松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怎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？嗯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抵赖？那贼人来时，我正与玉兰听曲舞棍，玉兰可作证。哦，啊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想去衙门给武松作证啊？请夫人明鉴，武英雄绝对不是那种偷窃之人。老爷说把你许配给他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是武夫人了？不过如果你去指证武松为贼人，我倒是可以再替你寻个好人家。哼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报！大人，这是印有玉兰手印的指认书，请大人过目。哼，书信指认确凿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来呀，给我重打40，大凡。
风见财起意，偷人金银，隔日赐配恩州牢城。是弟弟拖累了哥哥，此事皆是张都监与县太爷的陷害，蒋门神买通了二人，这才使得哥哥受如此之苦，都是弟弟不好。这不干你的事儿，众生好渡人难渡，是我着了那奸人的贼道。哥哥，这有些金银可解你发配路上皮肉之苦。再见不知何时，兄弟照顾好自己。歇会儿吧。都能饶命啊！
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是蒋门神和张东健大人。他们现在何处？在岳阳楼等小的回去复命。既是如此，饶你不得。家之痛，数人对付他一个，纵然有三头六臂，恐怕他也已经被了结了性命啊！啊！就多亏都监相公献出这等好计策，如今这厮并已成刀下亡魂，快活林又重回到我们手中。小的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大人呢。哎，哪里哪里。来来，Yeah!